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更新一个非常仙女系的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明星单品里面的肉桂粉，先薄薄的打了两遍底，然后分别要照灯。这是一个透色，但是涂三遍的话呢，是一个这个半透色啊，非常的显手白，超级仙女系。然后涂好以后呢，咱们全部来给它涂一个额式的磨砂封层。这个额式的磨砂封层呢，它是一个质地偏稀的磨砂封层，但是它比磨砂封层多一个特点，就是它蹭粉的时候不沾粉。然后拿出咱们12.9块的大力胶来给它做出立体造型，照灯30秒来蹭粉。你看啊，扫完粉除了肉上的以外，甲面上一点其他地方也不沾。然后每一个啊，咱们都可以给它做出不同的造型。然后呢，咱们再上大力胶，再搭配上这个小饰品。我搭配了珍珠、钢珠、泡泡珠一系列啊。中指的话呢，直接做个法式，其实大同小异，方法都一样。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额式的磨砂封层啊，真的是不沾粉。有宝贝说，你竟做这种宽线条不沾粉，细线条会不会沾啊？咱们食指来画一个细线条的。它还是同样不沾粉。我把这个额式的磨砂封层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，原价是28的，然后给你们做一个秒杀的活动是15.8块，全国包邮的。你看啊，照样一点粉都不沾，然后再上大力胶搭配出小饰品，最后咱们要给这些饰品呢做一个包边填缝，把珍珠什么的都包裹一下。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